你好，请出示证件。什么意思啊？连一万小姐都敢拦，命令你马上让开。我管你一万还是两万，没有证件不能进。臭保安，你碰什么碰？我就是个保安，我知道我自己的职责是什么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你眼睛是用来喘气的吗？这谁？国际友人，国际友人你都敢拦？国际上的事我管不着，但是来到中国就要遵守俺公司的规定。一根筋，真的是一根筋。Excuse me， 需要什么证件？你要进公司要佩戴我们公司的证件。证件。你别笑。OK， believe me， believe me， this is OK， this is easy， I'm OK， I'm OK， believe me。我怎么要人进去啊？就是你找谁，你打个电话，我接到通知你就能进。打电话。call Miss Brown。OK。Go please。OK。哎，陈大小姐，我们一晚小姐在楼下等你很久了呀，你们保安不让进。哎呦我的妈！好，大姐，好，收到。三开油。你等会儿。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希望以后你在工作的时候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。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都站起来了，我希望以后你能挺直自己的腰板，不要给中国人的形象抹黑。